新城劲爆颁奖礼2022今个月29号举行。今日先嚟个新人大热唱活动，十几位应届新人单位，包括 Strays、张曼莎、CY 陈宗泽、Cloud 云浩影、Sano 顾定轩、觅周卓莹、Des 余宗耀、Jamie 张天颖同埋黎展峰等出席献声。上年组合新人 Pixel 即刻变咗前辈嚟打气，不过成员 Phoebus 吴启阳都系今年新人 ，Marco 同 George 两位好兄弟梗系奋身支持佢攞奖啦，好开心喎、啊！咁我就好好彩啦，我今年都系新人啦，咁呢一个功劳系要归翻喺公司度嘅，即系公司好锡我啦，咁亦都今年可以俾我做两次新人、啊，同埋系啦，今次就好开心，我哋一齐可以参加啲音乐嘅颁奖礼咯，同埋节目咯，系啊，我买新家啊，赌你店噶，唔系咁兄弟，嗱你见我两咁热情，佢嚟撑我，梗系开心啦。但系希望嘅，希望可以有奖嘅，咁因为新人得一年啫嘛，咁Pixel 嗰年就过咗啦，而家今次得自己一年，又唔系全部都有得出席。喂，我哋全力支持新人吴启阳，任何颁奖礼都出席。佢哋似乎对兄弟好有信心，仲约定要打边炉庆祝添。三子又透露已定立下年嘅音乐方向 ，ready 做进击的 Pixel。年嘅音乐方向，咁今次真系定得清楚好多啦。咁我哋都希望下年可以所有嘢顺顺利利就得啦。我自己想出一啲有活力嘅开心嘅歌，咁 demo 仲收紧，一切未去到最后咧都未决定嘅，系，但系。系咯，我自己都好期待。而独立女团 Strays 今日第一次公开跳唱 Margarita， 佢哋话既兴奋又紧张。Fail 寻日仲苦练咗成九粒钟，劲落力啊！对于各族组合新人奖，佢哋觉得有份参加颁奖礼已经好满足，对奖项抱平常心。当然，我觉得我哋今年系仲有好多嘢要更加好嘅。咁但系我都觉得其余嗰四个女仔好叻嘅。咁所以你话攞奖呢方面，我自己随缘咯。即我哋都随缘咯，我就代表全部噶嘛。Strays 年尾就有排忙啦，要 keep 住为之后嘅活动排练。听日仲会举行 fans meeting， 佢哋好 sweet， 准备咗礼物噃。都准备咗啲小礼物送俾佢哋啦，然后咧我整咗圣诞卡咯。咦，你唔系整曲奇咩？整紧今晚焗。大家小心啲啊，知唔知啊？我买定啲饼干俾大家食咯。OK。我哋听日啦，就会同我哋嘅 fans 一起跳 Margarita， 系啦，因为佢哋要找数啦，系时候。我哋出咗个 challenge 啦，跟住佢哋咧都未跳咯，系嘅，系咯，所以听日找数各位粉丝们，同埋我哋听日都会有呢一个交换礼物环节啦，咁跟住同埋都会有 bingo 环节，请嘢食又派礼物，伟乔到时仲可能亲自捉住 fans 手仔教跳舞 ，Stray 真系宠粉啊！